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穿着连帽外套的男子拿着保特瓶，跟在一名正准备搭捷运的女子背后泼洒液体。这起事件发生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站，共有两名女子受害。让分局方面获报后调阅监视器巡线追查，很快就逮捕到在双北打零工、居无定所的叶姓男子。本辖板南县南港捷运南港展览馆站有这个被害女子遭泼水案在经过本局张局长特别指示本分局以及监视中心捷运警察队成立专案小组即刻查办。那经过本分局这个专案小组调阅上百支的监视器过滤犯嫌的移动位置在昨天晚上在新北市中和区查办到犯嫌到案。那初步调查这个犯嫌的这个动机是因为这个北上从台中北上打零工因为四处碰壁然后心情不佳，加上精神状况不稳定随机犯案。至于叶姓男子泼洒的不明液体，经过监视中心初步化验，并没有酸碱值，警方研判可能是一般矿泉水混合馊水。经本分局采集被害女子的衣物送这个监视中心比对化验初步排除这个酸碱值。研判是一般的这个矿泉水。警方已经将全案依涉嫌毁损罪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法办，同时将与捷运警察方面合作，加强巡视大众捷运系统公共区域，维护民众安全。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